这是非常荣幸来参加我们专就是唱片界大前辈吴立的的记者会，所以我带了，因为现在秋天到了，是，然后他是七年养成的孩子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其实带了三样养生，补品，好呀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雅妍每次也都很有梗哈，这次带来三样秋天适合的养生补品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事情是这样子，既然是它是七年养成，所以我们要讲一些跟养有关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次再一次看到 Bibi， 我觉得他太瘦了，所以我想把他养胖。好，第一个要养胖。好，所以我来送上什么？送上了，百合粥。百合粥啊，它的好处是什么？百合粥是润肺的，我们知道中药的小达人，所以百合是润肺的。那它接下来呢，要前倾小巨蛋，所以呢，在前倾小巨蛋之前，它要顾好它的嗓子，顾好它的肺。所以百合粥让你吃胖，然后又让你顾嗓。好啊，顾肺，对，顾肺。好，待会儿吃。太好，好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呢，因为我们知道 Bibi 是创作型歌手，创作型歌手呢的重点就是心思非常细腻，所以呢，因为心思非常细腻呢，我怕他就是会有心血管的疾病，所以我送他的山药，希望他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我以为是芋头，那么大一个，是山药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扎实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差不多可以吃一个礼拜。你可以凉拌，你可以热炒，还可以煮汤。了解。哦，他真的很认真，你不要这样骗他，他真的很认真在学习。我没有骗，我讲的都是真的。对，懂了，听到了哈。懂。OK， 你也不用太当真，待会就收走了，到处来了，真的要带回家。对，台湾能找到这么大只山药不容易。哎，这倒是，我觉得留着纪念，留作纪念，然后让它长牙这样。你要你要种，它会长牙。我会有会。哦，了解。你不要听讲真的。我的话可以听他的。要不要拿看？你没有拿过这么大根的生意，一般在日本那里都帮你做好。是不是？真材实料是真的吧？是不是？我以为他很亲民。对呀，哦，之后这形体有点怪，那为什么？所以送他山药是希望他可以养心。好，养心。好 ，OK。养肺养心。为什么他放最后？因为我想把他养大。那是什么？大就是黄酒。黄酒呢，其实就是当然它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你喝会让你的身体，我帮他敲一下，因为这根然后再来呢你要前进小巨蛋是吧，所以你多喝一点酒。不是，对，刚刚怪怪，因为刚刚在这里好像你长出来了。对，你们都拍那个角度很恐怖，我帮你回去会后悔那个照片，真的啊。我跟你不讲他会你讲你多少就啪啪啪。你们就忙你们的吧，你不要问我嘛，我就帮你瞧着你两个。你不讲还好，你讲明天就是都自己我没有要讲啊，你就自己不要问啊。好，继续继续讲。你刚刚讲什么？养大。对。黄酒，我有在听，我有在听。除了让他暖暖身体之外呢，希望他胆子可以大一点。对，因为是喝酒嘛。是，壮壮胆，暖暖肺，暖暖心，这样。就看你在就是十二月的时候的小巨蛋是。可以有多大胆演出 ？Yeah，OK 的。上巨蛋之前三样都吃掉，一定要的。对，三样给你好好补补身。好，谢谢雅妍，我们的中药小达人，谢谢。来，三位合照啊，两位合照也跟三样。被他搞得有点头昏，来帮我们收一下。我不会离家很远。好，来自己处理。好，谢谢啊，好用心哦。山药呢，其实也是有这个神仙之食的美誉啊，它是一种食物，但是也是一种药啊，非常棒。这根真的好。然后呢，黄酒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，有18种氨基酸啊，所以对身体都非常好。要喂个粥嘛，哈，喂个粥好了，因为画面更好啊。好，来，有汤匙吗？我们这里面有汤匙。你会不会比较想喝酒？哎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有没有杯子？还是拿吸管来？拆管啊！啊，你刚说好，可以开吗？这真的里面是酒嘛，对不对啊？我里面的道具都是真的，可以吗？雅妍，可以打开，把它打开，对。B 可以放下那个。你好像很爱。好。开中了，好，刚本来说要吃粥，我们的 B 你要喝酒啊，你酒量好不好？酒量还可以啊。可以，然后暖暖身了哈。开心一下，放松一下，怎么样？好，哇，直接像拿着喝啊，哇，这个很有那种济公的 feel， 你知道吗？避开飞，很帅。好，
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喝了吗 ？OK。醉拳。打个醉拳，我还会打醉拳。哇，放松一下嘛，清空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表情怪怪的。好久。好久吗？觉得后面通告先帮他推掉。先推掉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谢谢。你来喂喂一个，喂一口粥，好了，好吧，来，前辈前辈，谢谢。要站出来吗？喂前辈。不是啊，你喂他来，好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好，很有画面，也很温暖啊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请大家帮我们多多捕捉帅气美丽的照片，让毕书尽的第五张专辑被更多人看见，出道满七周年，恭喜毕，好。OK， 谢谢。来，两位视线哈，先看中间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视线缓往左边缓一下，左边左边。这是右边。两位有默契到连方向感都是一样的错，也太可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右边来一下，右边来一下。也非常谢谢美丽的雅妍哦，特别还帮我们演这个 MV， 听说是意气相挺哦，酬劳都没有谈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样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感恩感恩，谢谢帮我们收一下粥，递一下麦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请雅妍送上几句祝福的话，尤其她说啊，她听到这个主打歌这个专辑根本就是为她而量身定做的嘛。大家为什么刚刚说的意气相挺这件事情？因为其实 B 的这张专辑呢是因我而来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让 B 来回答一下哈。你这张专辑的专辑名称叫做 B Your Light。OK， 你姓什么 ？B。我姓什么 ？Light。你再讲一次专辑名称。B Your Light。呀！啊，好棒的一段相声啊！太有默契了，你们两个好可爱哟、哦！还真的蛮巧的、欸。对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还不知道专辑名称。对。顺口问一下。嗯。我感动了。感动了，为了你啊。对对。是是是，你真是臭美啊！这不是脸上贴金到不行。我知道了，下张专辑 Be My Life 就可以了。哦，哇哦 ，OK， 真是可以、啊，也可以。好、啊，谢谢谢谢。希望这一次的B 也再度出击，而且今年有非常多的好消息，因为他前进小巨蛋了。是。对，所以希望他今年的这张专辑还有小巨蛋，因为小巨蛋完售了嘛，然后专辑可以大卖。谢谢，很快很快还会有第二张专辑，是的，一定会啊，谢谢。叫 B 买赖，坚持， okay, 你很坚持，是不是？买赖，好，谢谢雅妍哦，不但是这个主要帮我们义无反顾的来拍 MV， 还出席记者会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天后雅妍，谢谢。来 B， 今天很开心啦、啊，又感动啊，又温暖。最后有没有什么话？谢谢所有的今天最挺你的大哥大姐哈、哦。谢谢大家每一次的这么大的我的重要的日子里面都会见到大家，非常的感动又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也谢谢 B 的努力，谢谢他的奋斗，让更多人看到正面的力量，也让歌迷呢能够拥有这一道闪亮的光芒。再次谢谢大家。